都赢了一点。大家也不知道，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勾羽球的那个技术，没有可能你演一个世界冠军，你要玩下来要拿球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在第一堂我在上羽球课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超紧张的，因为我就一直抓着我们的教练Adele，我说Adele快点叫我，我想说世界冠军不可以是玩下来要拿球的，所以我一直学勾球勾了好久。对，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我也这样勾，我去到哪里就这样勾，去到哪里就这样勾。我在我家的那个地上，羽球都放满了，勾勾勾勾勾到那个牌都滑掉。其实幸好，因为那个球拍都是我弟的，都不是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泽耀。Go 这一部电影呢，记得去看一下马来西亚第一位残奥羽球员的金牌的故事。Go for it, get the basketball!